大叔，您这是？嗯，找你们大厨。哎，我是大厨，咋了，大叔？啊，咋了？这鱼给我做一半，剩下的一半那半我拿回家，一个人吃不了。啊，这鱼太大了，一半我做不了。这加入费。大叔，我这头灶，大厨在这儿呢，让他给你做吧。我不是什么大厨，我给你做一个地道的下酒菜。哎，给我加两块豆腐啊，我牙口不好。好嘞，既然哥是想吃一半的鱼，咱们给他做一个酱汁烧鱼。先把鱼改一下啊，先把头给他剁掉。这道菜快要失传呀。改成这种花刀就可以了。鱼已经改好了啊，咱们准备点葱姜蒜八角，开干，清洗锅具啊，润一下锅啊，把鱼直接下入，先别剁啊，你看它定型的过程，倒置，豆腐搞里煎一下，煎好以后直接倒出来啊。锅中来点底油，下入料头，把料和香肉再炒出来。这个时候来点甜面酱，小火慢炒，把酱香味再炒出来。白糖多来点，来点料酒，来点生抽，多量醋，八二年的高汤，老抽调色，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搞里。汤汁烧开以后，把鱼下入，大火烧开，小火咕嘟十分钟。边烧边浇汁，让它充分的入味。烧好之后啊，把料头给它打出去。好了，出锅。最后给它撒点灵魂小料，葱姜味。这小味不就妥了吗？老鱼上菜。这鱼做的。